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新居可以装修到和自己心目中的 Dream House 一模一样，所以在选择室内设计和装修公司的时候都会特别小心，装修期间都会不时上去单位看回进度。一个成功的设计师利用他专业的知识，将客人的要求再加上创意融合成理想的家居风格，固然之功不可没了。但是在背后工程人员施工当中的团队合作精神，管理层严格遵守法例和规条而作出的决策和管理能力，还有完善的系统可以给客人以至师傅检查进度，对一个 Dream House 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的。既然是这样，为什么不选一间有众多分店、两大 ISO 和 OHSAS 认证、三年保养、拥有专业设计师和工程团队、最近还加入了 Online Tracking 系统的公司呢？等你可以在装修期间都倍感安心。设计情报中心由第一次接触客户开始，设计师就会细心聆听和了解客户的需要，然后按照客户提供的资料开始设计单位。过程当中除了会举行会议讨论设计方向，按客户要求完成绘图之后，亦都会交由高级设计师核实图纸一切正确无误，先至开始施工。如果出现问题就会交回给设计师修改，之后再次核实。这个程序就是设计情报中心多年以来一直坚守的价值，同时都是 ISO 标准的核心 Plan, Do, Check, Act。 Plan, Do, Check, Act 不单止在设计单位的时候会用到，在装修施工的期间也都会定期进行检查，确保符合 ISO 的严谨标准。当每一个步骤都符合要求之后，才会进行下一个的工序。设计情报中心有两大 ISO 及 OHSAS 认证，分别为 ISO 质量管理体系、ISO 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OHSAS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。其中质量管理体系可以协助组织通过建立、实施和运行，实现质量方针还有质量目标，进而满足顾客相关的需求和期望，以及是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令设计情报中心每项工序都符合国际标准，并根据国际管理体系严格标准营运，务求令到顾客可以使用最高质素的服务。咩话？你仲系觉得你自己可以睇到工程嘅进度先至觉得安心？当然冇问题啦！只要用你嘅智能电话下载 DIC 嘅 Online Tracking 系统，咁你嘅愿望就可以实现啦！无论系工程图纸、电制图同埋施工图。单位家私所用的物料，甚至是单位的 3D 效果图，我们都有一个系统保存下来，客户亦都可以随时上 Online Tracking 系统找回有关资料。不单止可以看回单位不同部分用的物料和尺寸等资料， 3D 图更加可以给客户预先知道单位装修完成之后的效果会是怎样。 Michelle， DIC Online Tracking 系统是怎样的？真的什么都看到的？客户只需要利用 DIC 提供的账号和密码登入去客户平台，就可以看到他的工程资料。在工程进度入面会详细列明工作项目和进度百分比。如果项目当中出现有任何需要修改的问题，设计师或者工程人员会影低发现有问题的地方，然后详细写低所发生的问题和位置等资料。項目當中有未處理好的問題就會以紅色標示， click 入去之後，未處理的問題就會有一個紅色的框框，讓客戶一眼就看到工場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處理了。在知道有什麼問題之後，當然想看看跟進成怎樣。在這個時候就需要用到客戶對話功能了。客戶和設計師都可以在客戶對話裡面進行交流，客戶可以在裡面提出問題，而設計師收到問題和了解問題之後都會盡快解答，而设计师亦都会定期在客户对话入面汇报进度，尽显他们专业和用心的一面。每个对话都会显示送出的时间，要翻查记录话都没那么容易。哎呀，刚刚换了电话，记录没了，怎样才可以看回工程的进度对答啊？你用 DIC Online Tracking 的对话记录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无论你换完电话不见了记录又好，还是想找回某一天的对话内容都好，只要 click 入去对话记录里面选回你想选的日期，所有对话内容都会 show 出来的，你想选什么都可以。如果想知道哪些师傅和设计师负责单位装修设计工程呢？click 入工程人员就会一目了然的。除了负责整个流程顺利进行之外， Project Supervisor 会经常到工地检查，確保每個工序都符合 ISO 最嚴謹的要求。
亦会透过 online tracking 向客人汇报进度和问题，大家就可以放心啦。设计情报中心拥有庞大的服务和后勤团队，由客户咨询开始，直至到装修完成交楼，无时无刻都提供住 100% 的热诚和优质服务，务求令到客人可以享有最好的服务体验和回忆。等我私人提一提你啦，记得在装修完咗之后咧，都要留翻个 apps， 这就可以随时随地参与翻喺系统里面记录低的图纸和资料啦。无论是在住宅三年、商业设计一年的保养期内，交由设计情报中心的师傅负责保养事宜，定是日后要转墙或者再次改动单位间隔，入面的各类型图纸资料都可以为各位户主提供参考，亦都不怕要用的时候不知道图纸放在哪里。DIC 的专业设计师和服务团队帮你打造理想家居之余，还有 online tracking 可以给你监察到整个工程的进度，大家可以安坐家中，了解到工程进度之余，还可以享受到这个保养服务。好啊好啊。